张副关系的第二个层面呢，就是张和副的关系。张和副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的用一句话概括，那就阴阳表里配合关系。那么所有张副之间的这个五族关系，那就是心和小肠，肺和大肠，肝和胆，脾和胃，肾和膀胱，这五族关系他们有个共同的地方，一是从阴阳属性上充分体现了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关系，因此可以用阴阳概念表达。第二个呢，他们又是个表里关系，这里所说的表脏腑活动关系当中的表里，这个表不能理解成为外，里不能理解成为内，不能认为脏在内腑在外，这里的表里是一个特定属于专门是指脏和腑的阴阳关系，以表为阳，里为阴，所以这里所说的表里就是特指脏和腑之间的阴阳关系，所以有时候简称脏腑关系叫做表里关系。因此这里的表里千万不能用方位名词去理解它是内外关系，这里的表里是特指脏腑经络之间的阴阳关系。因为脏属阴为里，腑为阳属表，所以它是特定的阴阳脏腑的阴阳关系的特殊表达。那么构建他们这个阴阳关系或者叫表里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？他们之间的基础我把它归纳成为第一条，经络的相互络属。这一点咱们在前面讲每一个脏和腑的时候已经谈到了。第二层关系实质上除了个别的这五组当中，除了个别的以外，他们之间主要存在着一个形态上的联系。这个形态要从广义上，咱们先看直接形态联系的，大家能够一目了然的，那就是胆腑与肝，它是形态上直接相连。第二个，脾和胃一目相连，不管你把脾的真脏，就是所谓的脾脏，和脾的腑脏、胰脏，它都和胃体不是一目相连。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第二十九就明确地说：“脾与胃一目相连耳。”这是第二层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肾和膀胱是输尿管直接连通。那么剩下的就是上焦当中的心肺和中下焦当中的小肠和大肠，这两者之间，貌似从表面上看，它们形态上没有直接联系，但是颜色上，大肠咱们刚才讲是灰白，它含血管不是很丰富，因此从动物体里拉出来，或者是你把它清理了，只要是新鲜的大肠，没有腐烂的新鲜的大肠，你就可以看到它颜色偏于灰白，刚好和肺液的白银是颜色是一致的。小肠咱们刚才说了，是称之为赤肠，由于它要充分的吸收，根据流体动力学来讲，它直径细，内用我向下半液态的物体向流动的时候速度很显然慢嘛，慢的原因就是要充分吸收，形态决定功能啊。它含有丰富的血管，所以新鲜的小肠颜色是粉红的。不相信你们春节做香肠的时候，你灌肠，你卖小肠，卖点大肠，你观察一下你就能知道。我是经过市场调研的，我也直接通过解剖看到的。所以从颜色上，古人拿类比嘛，这两个颜色从形态颜色上是一致。那么五组当中三组是完全相连，两组颜色上相近，这就是形态上。更重要的，中医上讲到的相，刚才讲的是形象，就是形态，更重要的是功能表象病理的变化。因此从功能上他们更多的是一种配合。咱们讲到肝和胆，胆汁的分泌排除储藏，那是密切配合，少了哪一个都不行。那么咱们讲到肾和膀胱也是如此，膀胱排尿储尿排尿来源于哪？来源于肾，通过肾的气化，把水液当中浊中之浊通过输尿管送到膀胱，再通过膀胱的气化作用储藏排出体外。
这两者又是紧密配合的。脾和胃咱们前面讲的很多，胃经过腐熟把食物变成食糜，到小肠当中经过小肠的泥别清浊，分别出清的或浊的，可利用的和不能利用的，然后把可利用的津气和津液吸收以后交给脾转输，它们功能上是说是密切配合，谁也不能离开。那么另外从肺和大肠来讲，从肃降上来讲，从清除体内的代谢产物，从清除人体内不能利用的废物来讲，肺和大肠之间是完全一致的。那么肺清除的有肺水、肺气，大肠清除的肺脏和部分水、肺水。因此人体的三肺，肺气、肺水、肺脏，那么肺和大肠协同配合共同完成，所以他们在功能上，在保持人体结晶上，两者功能是完全协同的。所以在临床上，肺气不降的时候，肺气虚、肺气不降，必然导致大肠通降无力，因而导致便秘。所以在临床上，久病咳喘的病人常伴随的有大便闭结、排便困难。那么在临床上，久病卧床不起的人也伴随的有，由于他肺降、肺气肃降无力，常伴随的有排便困难。那么在临床上，咱们也可以见到，肺有热的时候，也可以出现大肠闭结、大肠燥热症。这时候呢，咱们通过通利大肠，泄大肠当中的燥热，达到清泻肺热的目的，从治疗上也能体现。最后一组，心和小肠之间，它们之间，咱们刚才从颜色讲，小肠称为赤肠，那么心和五行属性为火，它们之间颜色上有相近，跟主要的是从生理功能上，在生理功能上，小肠所吸收的水谷精气交给脾，脾通过转输输送到心胃当中，那么成为生血的原料。反过来，心阳能够温煦小肠，促进了小肠的泌别清浊功能。所以在病理上，常会互相影响。像咱们所讲到的心火上炎症，心火上炎症的临床表现，既表现出有口舌生疮、心烦失眠，同时它还表现出有尿血、尿疼、血尿的临床表现。治疗的时候，咱们可以用倒吃散。倒吃散这个方子，你从它的名字而且组方的特点，就充分体现了心和小肠之间在病理上相互影响这样一个临床的机理。这是呢咱们所谈到的脏和腑的关系，简单的可以用阴阳表里配合关系来表达。那么这里还要反复强调一下脏腑关系当中的脾胃关系。脾胃关系刚才咱们介绍六腑脾的时胃的时候啊，已经把它作为问题提出来，咱们这里再简要做一个回顾。脾和胃这一组表里关系表现的更为复杂，如何理解脾和胃之间的表里关系？第一，在形态结构上，脾与胃一脉相连，这是《内经》的原话，事实上解剖事实也是如此。第二个方面，足太阴脾经和足阳明胃经，它们经络之间相互络属，这是第二层。第三层，它们在生理功能上明显表现出纳运的配合，胃主收纳，腑属水谷，脾主运化，能够申请。那么这两者之间明显表现出纳和运的配合。正因为胃能主收纳，腑属水谷，才是脾主运化水谷精微的前提啊。反过来，脾能够正常的不断的把胃肠吸收的水谷精气输送到全身，就为下一步是胃的进一步的收纳提供了保障，反向的调节和促进了胃的收纳。所以这两者是纳和运相互配合。在生理特征上，脾气是主肾，肺气是主江，因此叶天师他的《临诊指南》一案当中有一个暗语就指出，胃脾主肾，胃主江，脾逆肾则坚，胃以江为和。这就充分体现了这两者之间在气机肾江上，它是以肾以江相互制约，又相互
条件和印象，所以这两者之间构成了全整体戚继沈江的一个枢纽。另外呢，咱们从他的生理特性皮来讲，细糟而无实。细糟这个糟应该理解成为不实，可不能理解成为干燥。不实，不实就是没有实，有实是病理，有实是脾运化水液失调了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人体内的津液不是越多越好，正常的津液它能够发挥滋润、营养、化血，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重要功能的。但是如果说这种津液一旦失去了正常的生理，就成了啥呢？病理了。病理情况下的水液就成为湿，那就充分，一旦有湿说明脾不能运化水液，所以有湿是病理，没有湿才是脾的生理，说明脾的运化正常的。所以这个燥是反映了不湿，不是干燥的燥，这个燥是指的不湿。不湿就是没有湿着的停，所以脾的特点是细燥无湿。而胃的特点咱们刚才说了，它需要它进行收纳，助收纳腐熟水谷，接受容纳饮食以后进行腐熟，腐熟就是发酵，这就是用内经话来说中焦如藕，藕就是发酵，发酵就是必须要有相应的湿度，要有相应的温度，温度不够也发酵不了，湿度不够干燥的东西温度再高它也不发酵，所以也要有湿度要有温度。那么温度靠的是脾胃的阳气，中药的阳气来温煦，来提高内容物的它的温度。湿度靠啥呢？胃液，用西医来讲就是胃液。因此你吃再干燥的食品进入体内，到了胃以后，最后经过一段时间它都会变成稀糊状的湿糜的，那就是靠胃阴在那里补充。所以对胃来说它是细润而无燥，就是不能出现缺乏水液，它这个燥是干燥的意思。这就是它们之间的特点，是燥润相济。燥是指的啥呢？脾，润是指的胃，它们是燥润相济。因而呢，它们之间又存在一种阴阳相合的属阴属阳，可以用阴阳的对立啊、互根以及互用以及消长的关系来表达它。因此呢，脾和胃之间的关系啊，咱们和其他的脏腑关系基础上，它更多了几层。因此呢，要重点在脏腑关系当中对脾胃的关系要予以重点关注，因为在临床上脾胃关系失调的病例也很多。第三个关系呢，就是脏和腑的关系。脏和腑的关系，实际上咱们在介绍六腑的脏腑和腑的关系，咱们在前面呢，六腑的概述部分已经叙述了，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个传化物的关系，传化物而不藏，实际上是个传化关系。简单的用一句话，传就是传递，化就是消化，就是在饮食物相互传递的过程当中完成消化，从而体现它们之间的配合关系。因此咱们把腑和腑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传化关系四个字概括。正因为它们之间要不断地对饮食物进行相互传递和进行消化，因此要求它们必须是形态上彼此相互连通。南京就用奇臭门解决了它们之间相互连通以及连通的关键部位。奇臭门咱们前面已经介绍了，那么胃和小肠之间有幽门连接，那么胆呢，于是通过胆道在小肠的上端进行和小肠相连，小肠和大肠之间有阑门连接，那么同时，那么小肠也能够通过肾的方法到达膀胱，因此通过六腑都是贯通在这个三角之中的。因此它们形态决定着功能，因此饮食物通过食口腔第一级的促消化，通过食道的转运，通过贲门到达太仓，也就是到达胃体，
经过胃的腐熟研磨，把食物变成食糜，进行第二级的消化。那么第三级就是到了小肠，小肠经过泌别浸浊精细消化。因此人的消化按中医的观点是三级，口腔是粗消化，大块变成小块，靠牙齿把它以舌头的搅拌、牙齿的切割和研磨。那么输送到胃体以后呢，胃体经过腐熟加热加水发酵进行腐熟的过程，这是第二级消化。真正的消化是第三级，在小肠当中泌别浸浊进行精细消化。那么很显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相互传递的，由口腔传递到胃，从胃传到小肠，从小肠再传到大肠，最后呢糟粕的部分清除出体外，清洗水通过膀胱排出体外的。因此在林书进的《平人绝骨》第三十一当中明确的指出，他说人的饮食的时候呢，食香微食而长吁，就食物经过口香香输送到胃的时候，胃里都充满了，肠子里是空的。那么然后呢，食香食物再通过胃体到达小肠，这时候呢，这是肠食而胃虚，这个虚是空的意思，胃里就排空了，肠里头是充实。这里就充分体现了《内经》当中充分的叙述了食物在六腑在胃肠道当中的充实和排出，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地完成了饮食物的消化。病理上他们是相互影响的，所以常常是胃肠的病症是相互影响。这是呢咱们所说的呢这个六腑之间他们的关系。脏腑关系的最后一部分，那就是奇恒之腑和五脏的关系。奇恒之腑和五脏的关系，简单的用一句话来概括，那就是离属关系。谁离属于谁呢？奇恒之腑离属于五脏，具体来讲，胆离属于肝，胆离属于肝；脉离属于心；脑髓离属于肾；女子胞离属于肝和肾。那么作为咱们所谈到的呢，脑，那么从物质基础上来讲，它离属于肾；从功能上，它是由心所统管，分属于五脏的。所以呢，咱们讲他们的离属关系，具体来讲，胆离属于肝，脉离属于肾，离属于心；骨髓离属于肾，那么女子胞离属于肝和肾；脑从物质基础脑髓来讲离属于肾，从它主元神的功能上来讲，用一句话概括：纵通于心，分属五脏。